接下来这位年度风云歌手呢，有一个特色，他虽然呢只出道短短三年，但出了两张专辑，而且都有代表作品。最重要是他是风云榜史上最年轻的年度风云歌手，他是谁？请看。欢迎朱新哲。我那么需要你。
谢谢你和你一起每一秒都要去，是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意义，想比较世界亲手把它送给你，我该如何努力相信不再绝望怀疑，我会微笑认真地说再哭也没关系，如果这是命运送给我的难题，如果这是你最想看到的结局。天知道我快要受不了，后悔钻进心里伤，拥抱再多一次就好，你要的我都做得到，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闹，给你的好还要不要，答案我却不敢揭晓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，别让离开将我失去的人最重要，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，笑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闹，你好不好，我好想知道，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，别让离开将我失去的最重要，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谢谢周星哲 ，Eric 来这边，哇！我们要再次强调哦，他是我们年度风云歌手 KKBOX 风云榜史上最年轻的得主，哎，好厉害哦！谢谢，恭喜！好，过年前呢，其实很多艺人也都还在忙，所以是不是还有机会，大家可以再听到你唱歌，在过年前有吗？过年前，我最近即将要去槟城。新加坡还有澳门办演唱会，那在台湾呢？我希望在台北，大家都想很快可以办一场。OK， 好，所以是海外有很多的行程，加油！是，谢谢。那过年的时候你要忙些什么呢？今年过年呢，会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国去滑雪，其实非常期待这个滑雪。滑雪啊！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出国，跟家人一起过年。滑雪好帅！你本来就很会滑，还是说是第一次？会，还蛮会。你是坐那个板吗？就是这个板吗？不是，我是双手的，两只脚的那个。这样子。不然有两只手的吗？没有，有一个板啊，是那个什么 board， 那个我不知道。那也是两只脚啊，那个它只是这样子站跟这样子站的差别啊。对，要特别去滑雪，太棒。希望你玩得开心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刚刚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啊，她家过年缺牌咖，你会打麻将吗？不会。哎，他不会打怎么办？姐姐教啊。喂，怎么样都要去你家，可怕。对，怎么样都要去打麻将。好，我们希望周星哲最重要的事情在歌坛要继续努力哈。会的。来，这个有没有什么吉祥话送给我们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？拜年的吉祥话。好的，我的小星星们今天在现场吗？小星星们，对，是我粉丝的名字。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有个美好的开始，然后祝你们每天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。好 ，Happy New Year！
心又平安最重要了。听他讲话，我们都迷住了，就想说真的不想要打断他这样。真的，而且他皮肤好好哦。对，哎呦，近距离看很好，对不对？哦，肤质超好，超嫩的。我怎么还在讲老皮嫩肉那个豆腐？啊、他第一集没有吓到你吧？哈、啊，姐姐肚子饿了。那这样你们去后台慢慢聊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中心的，谢谢，谢谢。